想是梦，千年梦，梦全天涯去一天。女儿，妈祖婆有讲，七甘来你有生死大劫，查某囝伫咧龙马寨闭关，无都伫你身躯保护你。我用玄门将友之术，为你的肉身穿开地甲。十天来，刀手不能伤你，烈火不能烧你，因靠保你安度此劫。啊，不过在这段时间内，你有三戒爱守，不能杀生，不能淫淫，不能饮酒。哎呦，老爷啊，你来哦，来哦，来，直接，我给你传去房间。爷爷，你两个今仔日一条一人杯来啉，不然这杯一条啉。陈老爷，今日酒菜都还袂吃得咧醉哦，来，一杯我啉。若破这三界，你的金刚之心嘛就破了。秋香，来敬，哦，你啉。来，秋香，来，啉酒，啉酒，啉。林老爷，阮这两个水姑娘，我甲你伺候，你有恁做满意无？真满意，真满意啊！王伯，你安好我招呼你老爷，知影？知啦，头家呢？哎呦，王老爷，那你这久拢无来啦？啊，春兰，来，王老爷，春兰，你安要教好你哦，来，去，对我来，对我来。你猜我去有光雾的阿姨。无食饭了，这个人是金朝林正王的手下大将，你安尼怕是咧甲白上了？对啊，你来。是。医师，我知你骨头正个，但是你今仔清楚，是你骨头空个，还是我石头确定？不能杀生。
红梅，你有要紧无？不要紧，行。阿云，你看，天香楼，林涛给你嘞。一条手巾啊，什么人的？我这有，我嘛有，我嘛有，我拢有啦，我嘛拢有啦，拢把我抓起来！是。嘿。苏雅，你是来跟我捧场，还是来跟我乱的？彝族人呢？老红妹，讲出彝族在倒，我随放你走，好不？你这么是安怎？我已经跟你讲过几落摆呀，安怎？人咧讲的话你听拢无？唔知影。你真是讨皮听。阿你卖玩我，跟我跑！有用术，十竿来，刀枪不能相离。为阿你来，是。苏雅，啊，你以后不是真命，我今仔伊是安怎啊？出来嘞啊！好。喂，安尼无好看啦，衫一领，给我小暗一下，好不？明仔个领出去。有家事情是查某人，予人下身裸体，搁掠去伫咧游街，这是存心要红梅安尼无面无皮，嘛是这个青条歌所用的毒计。伊心肝内就是讲用红梅来做钓哩，想要掠伊要掠的迄个。哎，红梅哦，实在有够罪。咱台湾历史400年，这是康熙年间所发生真实的代志。
台湾本来还有明朝的后裔，啊，就西隆来攻台湾，才将伊消灭去。伊阁将这个灵泉王府改改做妈祖殿，哦，迄、那个大殿阁甲拆一尊神明。也唔过哦，这个叫大天后宫有加两字，啊，做属殿，所以伊就比别人较清。咱今仔日就来看妈祖星台湾情。你有哪无？你卖去啦！是安那？听人讲有瘟疫啦！哎呀，有瘟疫哦！有瘟疫啊，紧走啦！奇怪，好好的天气，奈突然间要搁变天呢？今仔是八月八，天顶妖地有番桃花，一定作闹热。妈祖娘娘，你敢去斗闹热？妈祖娘娘，敢是我目睭花花去看唔到？你亲像在流目屎，敢是有啥物代志要阁发生？妈祖娘娘，你敢为着台湾人在伤心流目屎？我前几天生目睭，也毋捌看过遐大粒的仙桃。这是红母娘娘专工栽培出生，送给妈祖娘娘的。啊？敢那一点名？啊，我前几天拢无。两位将军嘛真爱讲笑。只敢知影，这是九千年一摆一世人判的仙桃，互恁食一口，会增加六百年的寿命。啊？啊，食一粒的？这我就唔知啊。万年桃乃是天庭的至宝。天女娘圣安，哎，安那变成细了。万年桃，可大可小，千变万化，妙用无穷。仙人若吃一嘴，会当增加到修行五百档的功力。头拄啊，咱的小仙童不甲两位讲过吗？那吃一粒的仙人那吃一粒，会当免拄到千灾万劫，永历神班。哦。唉。天命娘娘，两位将军，请看。天女娘娘，人间有难，千里眼，顺风耳，听天女娘娘提劝。好，真好，两位将军果然是甲本座同心。现主席人世间遭受苦难，王母娘娘这粒万年桃来的当是时阵啊。天女娘娘的意思是，本座想要甲这粒万年桃化生千百，遍洒人间，祝福有缘。两位将军，就随本座同行吧。是。同主，娘娘，本座救难完全袂当怠慢，代本座向王母娘娘致谢。
是。感谢妈祖娘娘救命之恩啊！顶面金光强强滚，好亲像咱有真侪宝物呢。无啊，就无啊。明明都真侪宝物，你来看无？无啊，无啊。夫人就是有缘人呐、啊。你嘛看得到无？有缘，较看会到哦。阿妹，这夫人冇看到呢，你搁讲无？哎，奇怪，我大多少人明明伫咧请，哪无看到？小君，小君，焕文，小君，焕文，你哪会来？是不是先回来？哎，一言难尽啊！这次抓机会生意顺利，我想讲提早回来，看会当赶到恁小弟的婚礼无？哪会知影去拄到大风影？妈祖宝贝，妈祖宝贝，无唔对，确实是妈祖娘娘的宝贝。那无这次我恐惊沉入海底了。我就是赶回来要叩谢妈祖娘娘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叩谢妈祖娘娘。平安桃，你若想买，咱来先拔杯，看有这个缘无？好，我买。阿奶奶。敢讲妈祖娘娘无愿意赐予我平安桃？妈祖娘娘讲已经有福利啊，你敢不敢放袂记起？安尼，咱赶紧来叩谢妈祖娘娘。多谢妈祖娘娘。慢走，慢走，自己慢走，慢走，跟你慢走，你跟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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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不怕死吗？起来！来，咱们干哦！要不起来？起来！起来！快干！哎，实在衰啊！嘿，家己找死，搁牵连我做有孽，啊！行，过来遐找我。 你刚刚有人哦，过来遐看麦，好，行。明哥，咱走袂去啊啦。阿红，你别慌，我先帮你阿过。哎，我伫遮，来了我，别走，别跟走。 啊！啊！别哭啊！别哭啊！别哭啊！哦！滚走！你滚走！我看你外高走啊！啊！是讲哦。 甲你刣死，我也嘛无啥物好处啊！哼！规工拢无看你的人，还佫知影人倒来哦？你是走去倒？啊，着出去行行的啊，明仔载着要成亲啊，我惊以后着无遐尔自由啊！ 失败，失败啦！哎呀，姐啊，歹势啦！哎呦，别！我实在想拢无啊，讲你这条型的，还是我生的哦。哦，你都在讲啥？哈？我讲啥？有啊。 你讲我是你生，敢有？哦，我听了足清楚的。嗯，无，那是你甲我喷一个，我可怜讲了，颠倒，你听唔到？无。无啊！我明仔载就要成亲啊，是安怎你到今嘛，还是无愿意承认我就是你生？无啊！叫阿姊啦！好啦。 去困。嗯，生气啊？无啦。你才真奇怪，讲你是我生的，有啥物好处哈？会做太子爷？哼，可惜吼，我后妹也毋是红叶啊啦，我是天皇老的头家娘，是一个行到倒位，都拢会用配水烂，安尼是对你讲有啥物好处？ 啊，你咧，你较衰啦，你是我伫咧草坡边捡到的，知影就好啦。安尼，敢有比你生的更较好？嗯，至少人较会同情你啊，较袂看无起你啊。我怎毋管别人咧看我？好啊好啊，莫阁讲啊啦，明仔载是你大喜的日子。 阮阿官呢，都要嫁入去有钱人的厝内做小奶奶啊呢，较早困的，吼、哦，唔通耽误吉事哦，紧去。哦。哇，真忝啊！紧去困，紧去吼。 我浪姐。
呀，慢我一下啦。阿官嘞，阿官，阿官，小人，小人啦，是小人在做梦，无人。落雨，怎会整塗腳攏是水？我就知影，這個查囡仔吼，一定是伊啦。啊，就這個查囡仔吼。这死查某鬼啊！啊，你是让水鬼啊掠去海底浸水，规身躯安尼当落落趴安尼，你还困嘞哈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阿官嘞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卖吵啦，我要困啦！安尼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！拜托，拜托，好，我困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我就忝的，拜托啦！你是啥人？我要睡啦！你是啥人？帮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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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你嘛，什么代志啊？内底迄个水姑娘是啥物人？去看卖。哦。啊！你心好变鬼，走路咧无声无息，去看卖。唔知咧，看上者。看到水水啊，敢那是新来的姑娘啊吼。爸，好你去啦，大口袋，本少爷也袂认得，搁啥物水姑娘？爸，好你去啦。莫安尼啦，管少爷。大口袋。管少爷，头家娘，管少爷无唔对，人拢讲吼。爸，好你死！跟人关小爷讲，爸，好我死。伊是阿官。对。你哦，就是欠爸啦，本少爷要来困啦。查囡仔，查囡仔，你精神一下，我要跟你讲话。我讲我要跟你讲话，你是有听无啦？你是安那？真爱困，你是顶世人困无够是无啦？我问你，你是安那伫阮阿官的房间？阿官伊人咧，哈？我伫遮。你，是啊，好我困一个好无？一个啊就好啦，吼。阿官。官，查甫囡仔，起来起来，阿官，来起来，起来。是啊，难怪我足忝的，你搁给我睏一下啊，一下就好无？你莫怪刚刚来这么熟悉。
伊即马困觉呢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爸给伊钱啊！安尼刚好。你是谁啊？谁在讲话？阿妈，你是谁啊？阿爸那在家，在什么所在啊？这是同一个人的声音。阿母，歹势啦，你看起来足少年的，我安尼叫，敢会出事嘞？你倒才叫我阿姊，摸我的感觉足熟悉。你到底是啥？你别闹，我看你，我唔捌你啊！哈！卖阁讲啊，你卖在我家鬼家怪好无？三更半夜，你看你安尼规身躯淡漉漉，来困伫阿官的眠床，你跟我讲，阿官。你现在人在哪里？阿官呢？哈？你我不是谁啊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你别再讲白话了，你讲，你讲啊！我不是谁，也就是阿官啊，我是阿芳。我跟你叫啥都不重要啦。你跟我讲重点吼，重点。我，哎呦，头家娘啊！头家娘，别遐生气啦。别遐生气，安尼会共拍车惊啦，对唔对？查囡仔，阮头家娘吼是好人，咱来遐坐哦，别惊别惊，行，来遐坐，好好啊讲，好好啊讲哦。唉，讲的就是讲的啦，看到水查囡仔，大裤带过会晓怜香惜玉。好，你用咧讲啊？我会记，阮坐的船，伫咧乌水沟拄到大风影，一日啊船就变过啊。所有的人都跑到大海，啊，我也袂晓游水，就敢那伫喊救命，可能就一海水。好啊，拜托个，拜托，你莫阁讲啊！你叫阿芳，我无叫唔对。好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拄到什么代志，甲我无关系。我刚要问你，阿官人伫倒位？你看。天哪，刚就是一大喜的日子呢！伊即马人无去啊，啊！你困伫伊的房间，啊！你甲我讲你唔捌阿官，你讲这种笑话，谁要相信？你甲我讲，阿官人伫倒位？你讲，你讲，你甲我讲啊！讲，我叫你讲，你有听无？阿母啊，我无爱困啊，你要我做啥？你做你讲。我阿官啊，啥物拢听你的。安尼用个哦吼，阿母啊，你今仔日哪会这么奇怪啊？你无代志吼？阿官，你讲你是阿官？是啊，你家己看，是我啊。一个伫寄来，一个去寄我，啊，两个竟然拢无同款。一个叫阿芳，一个叫阿官。哎，这敢是讲是方位视觉上的错乱，也是讲有迄个阴魂野鬼想要过来投胎转世伫个世间。哦，啊，若世间真正有这个代志，啊，这个方位到底是？阿官的老母也是阿官的大姊，是讲这都有影讲奇怪，还是讲怪奇？看起来嘛是趣味趣味啦。啊，若叫老母，啊就较老；啊，若叫阿姊，就较少年，当然嘛较欢喜。哎，这即卖未婚妈妈，大概拢是安尼是。你讲你是阿官？是啊。你家己看。是我啊！这个人我不认识啊，哪会安尼啊？我，阿母，你看是我的，我哪会变成安尼啊？不可能，我一定是在美梦，不是真的。啊，
我到处有一个做生意。无，这不是我的手。啊，还有一项。你想的跟我想的拢同款。嗯。你出去。好。裤脱起来，唔好啦！为什么你唔好？那你自细汉到大汉，我看到无爱看，你是咧歹势啥？迄床铺做记号的，爱我看才会知影。脱起来。哦。看了四百针，看无，看无啊！大口袋，来，转起来。我已经看过啊，无啦，无。你讲你是阿官，你的面不是阿官。你的手无做设计，你也无全部做记号，哪咧阿官咧？哈，阮阿官咧，阿官，伫遮啦，我伫遮，你毋是讲你是我母啊？人讲母仔人生，就算讲我的身躯无去啊，你一点仔感觉拢无吗？你查某仔伫咧这身躯内底，你拢无感觉吗？我是阿官，有啊，你敢真正一点仔感觉拢无吗？有啊，阿母讲，你这个面，你这个身躯都不是阿官，你是叫我要安怎？有啊。搁困去啦，哈？阿官，阿官，我啊，我伫遮，我啊，精神啊，阿官，我咧开刀啥工啦？来，来恁床头困来。哪有你啊？规身躯澹咖呢，袂用的，我是来去找阿祖伊啊。来，给你换一件衫裤。母啊，母啊！我听袂到我讲话，也看袂到我。是夹到唔对，搁一夹。你是谁？我叫阿官啊。你快点我。阿嬤，阿嬤，少爷。阿嬤，
阿妈，我甲阿姊啊，拢要互伊惊死啊！为啥你无代志，爱加破病啊？阿豪啊，你穿这束衫真有班哦！这束衫阿姊送的啊，好看无？好看，好看！你阿姊对这小弟哦，真正是无话讲啊！对啊，阿妈加破病的代志，心疼互你阿姊知呢。为什么卖我阿姊知？知我甲伊参详啊。那是你有一个万一，足奇怪，你好好为甚物假破病？我不管啦，反正哦，你今日哦无好起来，我就无爱去带。你敢会唔敢？讲实在的，阿妈，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做，因为看到你破病啊，我想要让你充一个气，让你身体较紧好。但是万不一有甚物代志，想你要安怎，不是足无辜，也足可怜的吗？大家拢讲我这个公孙的，是一个了不起仔，唔求功名，唔做生意，大家拢在弄榴莲。阿妈，好好好，阿妈唔讲，阿妈唔讲，阿妈知影。你是一个心肝善良的囡仔，阿妈，你还袂甲我讲，你有啥物假破病啊？公孙的，阿妈咧做，阿毋是讲为着你，为着我。阿妈甲你讲，你是袂当甲任何人讲哦。你阿姐也袂当讲，袂当讲。啊，若无，阿妈都唔讲啊。好啦，我袂甲阿姐讲啦，我就抓。公孙的。阿嬤不用你救助啊，阿嬤。做位走好不好？咱要去倒位？台湾啊，台湾遐足水的呢。袂安怎，咱走袂去啊啦。阿芳，你比我好，我甲枪兵也过。我伫遮。来了我，别走，别跟着。真是见你又搁生遐尔啊水，哈，我甲你斗相共。真正愿意，你跟我斗相共。你是谁？我是阿芳，是阿官那拜托我来的。你讲，
是阿官拜托你来的，拜托你来替伊做新娘。白贼！我无讲白贼，我真正无讲白贼啊。是洪伊叫伊来的对无？这件代志跟我阿母无关系。讲啊！这件代志跟我阿母无关系。你讲你是洪伊的查某囝？不是不是，我是对伊讲的，讲唔对起啊啦。趣味趣味。伫倒位？伊就坐伫椅仔遐。这根本就无人啊！你讲伊，伊是谁？是阿官啊！你看袂到伊对无？你看会到？我看会到啊！所以伊才拜托我来的。你是黑白讲啥？你是看了鬼哦！来来，小姐，容易容易容易。那叫个大声，敢那是小牛吧？哦喂，哎个大声！老夫人，您孙叫厉害哦。太衰啦，好有看笑的啊啦！嘉豪，你卖讲话啦！你卖遐尼歹啊！呀，卖菜，咱去阿坐。哎，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哎，你有安怎无啊？无啦，哪安尼你咧？我无代志啊。安尼就好。喂喂喂喂！你可上得讲话啊？搞我啦！骗他。伊啊，伊阿官，嗯，阿官在家，嗯，阿官，阿唔着讲话，伊叫你赶紧讲话。哦，阿官，今仔是咱新婚的大好日子，要唔过？你找这个戆妹来做什么呀？你哪会我变袂人啊你？起来！搞错掉！我就想用啥是阿官的，搞错掉！也唔紧疼，袂安怎啦？不是我拍，不是我拍的哦。我知道啦，阿官，你在家对不？但是，我哪会看袂到你啊？哦，会听袂？是嘞啦，我不是跳工要拍你的。伊伫咧你的身躯边，甲你讲话呢。讲实在的，我即摆也是无法度相信你所讲的话，但是。我有感觉到阿官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就知影咱两个人是会当见面的。但是为什么我看袂到伊，听无伊讲话，也摸袂到伊？敢讲伊死啊？伊是鬼？你甲我讲啊！是不是已经死了？长啊，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着？拜托你跟我讲，阿官是不是死啊？你是安怎死的？我唔知，我什么都唔知啦。为什么看得到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看过你？今仔日也是无好跟我讲清楚。伊听无着你讲话啦，阿官，你赶紧救我啦！哦，我一定救你，你别烦恼。对啦，是不是只要我护你的心，以后参照就当听着我讲话？
那安尼，你赶紧还我的心啊！啊，不过我嘛不知影要安怎还你的心啊！喂，我唔管你甲谁讲话，把我心如山，把我吞落。好佳哉，你拄则无乱来，啊那无你就在死呀！啊，你的声，我是安怎？你听不出来啊、哦？我爸和你醒啦。阿官，你是阿官？阿伯嘞？有没有？来文静，我带领着，带领着来，来来来来。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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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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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恭喜！阿妈，你找我，安奈无看到恁翁返门嘞？大娘哥去去接杜师爷，应该差不多要回来啊。你叫杜师爷来要做啥物？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恁小弟上届讨厌，就是做官的。阿妈，大娘哥咧讲，师爷毋是官啦。伫家门做代志，毋是官是啥物？啊，这我嘛毋捌啦。哎，问大娘哥才知影。我拢来温请，谢谢。恭喜哦，恭喜哦。妈，我问你回来啊，阿妈在找你呢。啊，苏雅嘞？苏雅讲伊今日无阿多来。这个人哪呢？咱明明都讲好的，反起反倒。出大代志啊！出什么代志啊？咱们有人听起关老爷。大人，你看有成无？行，师爷真正有厉害，敢若听本官的凊彩讲讲的尔，落呾山上秘书亲目睭看到这刺客共款，为了真正有成。既然是安尼，我着照杜应来抓人。好，紧去办。是。等下，大人。要有啥物吩咐的？你讲这桃仔是大天后宫的主持送来给本官的礼物。是。那安尼，这大天后宫服侍的主持是？是妈祖。天后圣明是当今世上神来贴封。皇上圣明，这大天后宫的妈祖真正有灵有神。苏爷，你赶紧去安排一下。本官要亲身来大天后宫，叩谢妈祖救命之恩。是。哪会安尼？不是拄就月尔，敢讲放月啊？大人，应该是有人结果成冤。刁民啊，刁民！师爷，你讲看卖，这到底是啥物所在？本官才就任无偌久尔，三更两头就有人咧结果成冤，敢搁要本官一挂清闲的日子过啊？心疼心疼，是。从头抓起来，甲本官讲话。大人叫你抓头起来讲话。
大人叫你抬头起来讲话。你报上你的名。阿官，我要找阿官啦。哦，恭喜哦！听讲成龙有只舞蹈诶，新娘嘛真水咧。哎，我有听讲吼，这新娘较早是樱花女子呢。哎，这毋着想影无影咧。你话袂使乌白讲诶啦。新娘因阿母吼是天香楼诶一头家呢，但是伊是卖家无卖身啦。哎呦，管伊卖家也好，卖身也好，对无？伫迄种所在大汉呢？多一个上正经的啦，哎、欸，你拄则无听到迄种声，哎呦，听到规个人哦，规个魂拢用要交易哦。呸！你这查甫人哦，迄个嘴哦，有够臭的啦。哎、欸，你想啊，咱查甫人咧讲话，你怎咧骂人啊？骂你是安怎样啊？哎、欸，安那？哎，大金，阿姑，阿妈，请你头前坐啦。这个阮相公啦，这阮娘仔啦。哎呦，啊，殿下，殿下，哎呦，你捌你哦？我唔捌你啊。上好你是唔捌你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大金，时辰差不多啊，我来请新娘出新房，请大家啉甜茶。唔通呢，唔通哦。你是大娘姑。袂用个入去新娘的房间的，这是一个扣着，你若唔信哦，你去问恁阿妈。阿妈，大金伫咧讲，讲我大娘姑袂用个新房，这是为虾米啊？这是古早人传落来，大娘姑的姑甲姑姑的姑同音。对新人唔好，所以新婚这段时间袂当入去新娘房。你看，大金讲的无唔对吼。我是较无相信这种代志啦。啊，不过若为着小弟，我得卖去啊。那安尼，什么人要请新娘呢？我去啦。对啦，啊，若这种日子吼，恁大金啊这种好命人去请新娘是上适合。那安尼就麻烦大金猫。好，我来去请新娘出房。苏雅，苏雅，我廖准你无要来啊嘞？是嘞，我有要事爱办，闪开。老夫人，我要请新郎新娘对我当阿爷问。为什么？大人，伊唔是阿官。母啊，你不要乱讲话啦，这是衙门呢，你安尼搞害事，你知无？大人，这个老红妹也已经起痟啊。苏爷，本官认为搁找一个证人来会搁较好。是，大人英明，属下佩服。您拢有听到？叫你搁找一个证人来证明赖秀官是你的查某囝。阮之前拢捌看过赖秀官。大人，我会当证明，伊就是赖秀官。对啦对啦，因两个人拢熟悉，做证人上适合啦。这，大人，因是翁阿母，恐惊。母啊，我是阿官啊。人讲母仔人生，就算讲你得着小病，我唔相信你无认得你家己查某囝。我是阿官，我是你查某囝，我伫遮，伫遮，我伫遮啦。我伫遮，伫遮。你唔是讲你是我母啊？人讲母仔人生，就算讲我身躯无去啊，你一点仔感觉拢无吗？你查某囝伫咧这身躯内底，你拢无感觉吗？我是阿官，母啊，你敢真正一点仔感觉拢无吗？母啊！
你是阿官？阿官？这是家门呢，退来。不会啦，你退来。袂用的啦。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红姨啊，不是，丈母要提这来算啦。温公主，千万唔通让恁丈母来遮乱。今仔大人去放过伊，知无？是。是需要予咱面子，林刚咱来好好感谢伊。是。是伊，母啊，咱来等啦。你知道这是啥物人？是啥啊？是恁老爸啊。母啊，你莫要乱讲啦！你毋是讲我是臭宝贝捡到的，我要哪有阿爸？伊确实是恁老爸。伊即摆人伫倒？死啊！伊无死，昨暝过来行刺。唔知影，行。起来吃饭无？母啊，少宝，饮茶。好，好茶呢。真久无吃啦，好好啉一杯茶，甲你谈天说地。当年我甲林靖王，嘛是用一口井的水泡茶来啉，气味到今嘛，拢无变。也毋过，啉咧啉咧，哪会感觉头壳会晕晕啊？亲像是特别啉醉的感觉，莫非真正有茶醉这款代志？伊祖，你醉啦！哎呀，啊，无用的。不行啊，我好回去睡啊。一祖，一祖。
是咱台湾历史真正的代志。咱这块土地，捌予外国插过七面国旗，迄外来的政权甲咱食死死，照三年一小乱，五年一大反的过去。什么咧？明朝头，搁清朝尾。这台湾人实在嘛有够衰，咱也知影讲，咱头毛着爱安怎洗，咱若洗一支迄落鸟屎仔尾，安尼着放去过。啊，你若讲吼，啊洗安尼一粒迄讲话做明朝头，啊你着爱人头落地。啊，这也做啥物？老发不老头，啊老人去检举，啊你着实在有影有着爱判死罪。是讲这个庙公看起来无好心。啊，若无哦，那用这个蒙汗药，哎去泡茶给人啉。即马等人昏去，要甲人抬，迄个真残忍。医主，你到底甲这个庙公冤仇是结偌深？